学会了这款大象折纸，你将会受到同学们羡慕嫉妒的眼神。15×15折纸，边对折，翻面，翻折上去，翻面，折上去，从这里打开，对折，翻面，上下两条边对折，再对折，翻面，重复刚才折法。打开，这条边与中线对折，这边也对折，这里翻折上去，翻折上去，展开，这条折痕往后加深折痕，这边也一样，从这打开，沿着这条折痕这样压下去，沿着这两条折痕把这翻上来，同时这个角折上去，这边重复刚才折法，翻面，1、2、3，数出三行，这样折上去，翻面，这个角这样折上去，这边一样折，沿中线这样对折，这小段分三等份，这个点到这个点这样折上来，转个方向，这条边与这条线对折，翻面，这个角折上去，沿折痕这样折到里面去，这里这样翻折上来，这条折痕往上折加深折痕，这条往下加深折痕，先折这边，沿折痕这样折，先把这条折痕往上折加深痕迹，这里沿折痕折，沿中线对折，尖角这样折进去，这里平行折下来，这里大概三等份，这个点与这个角，这样来回翻折一次，刚才折下来的这条边沿折痕沉折进去，沿折痕这样往里面折，这里一样折，后面部分折好了，这条边与这条边对折，这里也对折，
沿着条边折过来，打开，沿折痕折进去，打开，底部这样翻折，折折痕，是沿着里面这条边折的哦。这里恢复到刚才折法，这里翻过来，注意三角形这个顶角，这里顶出来，压下去，翻面，重复刚才折法，不，这里这样撑开，这里也撑开，这里与这里的终点按压下去，推，捏平，整理一下这里。推折，整理，拉平，里面的尖角往上翻折，往上折，这边重复刚才折法，一头逼真又可爱的大象折好了。这样的手工在班里你是独一份吧。